好 VLC 播放影片的方式，方法有很多。你可以直接把程式叫出来，再开启影片档案，开启档案，在你的影片里面，像我们可以播放各式各类的影片，好看 MP4， 好，这样就可以播。那如果你不要这样播呢，那你也可以在你的影片档上面，那例如好 MOV 档，按右键以 VLC 开，好，一样可以开。那如果你是音乐档 MP3 一样可以播。好，播放媒体的方式在 VLC 上面方式很多，那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媒体播放器，它值得你多利用。这是我们播取档案的部分。